真羡慕这位大爷，都这把年纪了还能走出舍我其谁的步伐。我想好了，等我吃上低保我也要这样走。别动啊，让我上去。哎，你坐我屁股上干什么？往前面来一点。真是的，没骑过马。你这孩子，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花钱是让你上去玩的，你怎么睡着了？你想气死你老父亲啊？拍拍拍，就知道拍，猪就不要隐私了，不许再拍了，滚蛋！什么人呢？一天天的，敢抓我老婆，我跟你拼了！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我把你屁股给你扭下来！哼，这次先饶了你，下不为例啊！滚！让我看看兜里带什么了，你别动，否则我可不能保证你的人身安全。啥也没带，又是个穷鬼。哟，这不羊仔吗？干啥呢？没看到吗？六级呢，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啊。这年头谁也没个宠物啊，是吧？